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我们第29次佛学答问。首先呢，有网络学院的同学提出了20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老年人的日子其实所剩无几，应该把握时间用来享享清福才对。为什么要用来念佛？那我们要问呢，什么叫清福？提问题的人可能不在此地，就是网络上的。你应该晓得什么叫清福，这两个字怎么讲法？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大众，在工作的时候，现在工作都很紧张，他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。退休之后，工作没有了，那不是享清福很好了吗？可是退休之后，我们看到两种现象，一种就是杂念太多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想到自己退休了没有用了，感到很哀伤啊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昏沉，倒是妄念没有什么，精神提不起来，就有两种现象。这两种现象呢，让这个人呢，特别容易衰老。我有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，退休下来之后，2年没有见面，再一见面，好像隔了20年一样，一下衰老了，都叫我们很难认识了，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“忧能使人老”，晚年轻福要很快乐才行啊，所以儿孙满堂孝子贤孙呢，那才有轻福好享，真有的能享一点福。可是现在人呢，我看很少有这样的福报，那么再说呢，在没有福报的人，退休下来之后啊，念佛倒是真正享清福，在念佛堂，为什么呢？精神有一个寄托，人生的目标啊，转移到极乐世界。这个清福是所有清福里面第一清福，无上的清福，能够把了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不但呢，他不容易衰老，肯定他的心情愉快，精神饱满，给那个不念佛的人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念佛听经呢，是晚年最好的幸福，那么如果是能够有一些同修在一起共修，那就更好，为什么一个人修啊？这个往往容易懈怠，有几个人在一起修啊，彼此互相勉励，有时候来讨论佛法，交换学习的心得，这样提，往往会提起学佛的兴趣，彼此都能够长进，所以大众在一起学习，有它的好处，一个人除非的时候，
他真的是好学，啊，勇猛精进，不懈怠那个心，在一般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是依众靠众，啊，就是我们要依大家，要靠大家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。这个古人建道场，啊，建念佛堂，用意就在此地。第二个问题是：年纪一大，身体越来越不中用，拖住这样受罪的身体，还能学佛吗？说如果可以，什么方法最适合？如果是对佛学有相当的基础，啊，有相当的认知，念佛就好，啊，专心念佛。我在大概在20多年前，在台湾南部讲经，在屏东遇到一个老居士，那个时候好像84岁，身体很健康，啊，过去也是做官的，地位也相当高，退休了，一天念30000声佛号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曾经参过禅，也学过密，啊，他想想的时候都不行，都用不上力了，最后还是说念佛好，啊，他就告诉我，啊，每一天呢他念30000声佛号。我说你怎么念法呢？他走路，走路是运动啊，啊，住在乡下了，在乡下这个田里面，稻田里面呢，啊，他走一步一声佛号，那么30000声佛号啊，他就走30000步啊，所以84岁身体很健康啊。我说这个老人的这个修学方法呢，是很值得年岁大的人学习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心要清净，养心要静，养身要动啊，啊，身体是个机器，如果不动啊，它就生锈了，它就坏了，啊，所以一定要动。你看，我们常讲呢，活动，啊，活就要动，不动就活不了了，这一定道理的吧？你看中国这个文字，它很有意义的，啊，所以你动啊，你就会活了。你不动啊，你就活不了了，啊，这活动。那每一天的时候，年老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做嘛，精行最好。老年人最好的运动是散步，啊，所以他一天有这么长的时间去散步啊，好，非常之好，啊，这个一步啊，一声佛号，嗯，哎，计数，啊，用念珠计数，啊，那通常我们念珠一串是108，啊，10串就1008，啊，你用这个念珠计数，计数啊，是防止懈怠，啊，防止懒散，啊，所以它有这个好处，啊，计数念佛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孩子整天为自己事业忙碌，自己想帮忙啊，却又使不上力，请问